哦，明目张胆的去超市，不再偷偷摸摸的去超市啊。我去了，我去超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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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走不走啊？我现在很开心，我要在这骂一顿老岳。老岳这个人仗着自己年龄大，欺凌弱小，本来是我俩的课，他就自己非得就卡我俩的课，就是走一天晚一天上。内心很受伤，我决定买过来的东西不给老岳吃一口，我要和他绝交，以这个香蕉为证，绝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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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两个形同陌路，你给我听着点，否则你就是这个香蕉。加我一个，哈尔啊！把老岳给转晕了。这是几天的量？这是一天半。你吃那么多糖刷牙吗？刷，但偶尔还会牙疼。别拿那么多东西，算了，给咱们包浆。你给他一个镜头。因为老岳提给他上课的时候，他同意了，我今天我就要包。我替你包。上课让我出来买东西，那我不得，太贵的我就不拿了，好吧，给你留点钱。我给你这一天一个特写，还有他们一个特写。这就是招惹一个金牛座的后果。偷开，偷开，又慢了慢了，感觉花的花的不太够。我够，有啥也不够。但是我现在的心情已经好了一半。不管在冬天吃的雪糕，在心里面还是暖暖的。就是希望吧，希望老岳以后可以多干一些这种事儿，然后让鱼子酱。对我心里边有愧疚感，然后再让咱俩出去买东西，就这种不买不行。哎，感觉还是便宜他了，都没有花200块钱买东西。我嘴现在都是冻的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心里很暖。当。这个是40块钱一个，然后买了50块钱一个，80吧，啊，好像是，反正我们这些东西一共就花了20-30块钱吧。不是你给报销吗，哥哥？对，我给报销吗？为什么要给报销？你自己说的，给报销。你说了，没说。我就知道你会给我使这招，所以我让文哥结的账。我说反正我如果结账他肯定不给我报，但你结账他肯定会给你报。这心情又好一点了，好多了，这个出来了。你要去家乐福还是去华联？我们就去边上的 7-Eleven。 你知道 7-Eleven 为什么叫 7-Eleven 吗？早上7点营业，然后到晚上11点关门。等我先问一下，这个公费赞助吗？这个饮料你就不能走慢一点吗？你没看到我很费力吗？我觉得我现在出来买饮料，他们一定恨疯了。我觉得小弟会猜我买酸梅汤，酸梅汤给他。我买一个胜利吧。小杨会猜我买。但是这一个是我的，其他都是他们的。哎，你看，碰死了！我是把我的，他从我这摸出来，然后他去，上了门又收，好像这够，这够，不行。
没人管你。